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，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推取哔哩哔哩，b, Twitch, B ili, 还有 Discord。好，在天津地解幽城在林，四月一号愚人节啊，公告新阴影露魁的天赋绝学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技能的部分啊、哦，它是雨势哈，雨势，然后属性是冰。 啊，天赋的部分哈、哦，是它的伤害可以提高八到十五%，诶、欸，其实加伤害我就觉得还蛮不错了、哦。那你主动攻击之后呢，对选取的目标格子周围一格范围内的所有地方造成一次物理伤害。我现在发现很多新的角色的天赋都有一些物理伤害或过伤啊，而且可以制造双动地形，持续两回合。看到这个天赋，我觉得就挺不错的，这个打 PVP 应该非常好用哦。好。 而且还有覆盖，也就是说，敌方有宇文拓啊，有燃烧地形，这个时候只要普通攻击，你就会把人家的燃烧给弄掉了哈。好，绝学翻脚入浪，对方我念所有敌人造成零点四倍的伤害哈，而且可以施加迟缓的效果哈。那你攻击前目标路在我方的松动地形之上呢，则会变成迟缓二的状态。那这个松动地形呢，呃，应该没有。 限制一定是入轨放的、啊、只要是双动地形应该都可以。所以是那个幻阵兵尖啊，幻境龙耀应该也是可以触发到这个效果的哈。好，反正這,这个打法很多种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学一学玄歌波潮攻击单体刚单个敌人造成一倍的伤害，并发动连击哈、啊，是零点六倍。 那对战之前呢，你可以施加一个迟缓一跟风穴的状态啊，持续两个回合。哦，这加 d e buff 还真多诶，与与事来说，我觉得诶、欸、算多。好，好，绝学脚心荡移，主动使用对周遭两个制造酸痛的地形。好，然后会获得脚力跟控潮状态啊、哦，这是新的哦。然后可以获得再行动。那脚力是免伤提高二十八。 遭受暴击降低二十八，天赋造成的最佳伤害提高零点二倍。那控潮是自身处于我方的冲突地形上，敌方行动结束回合之后，处于路魁三个范围内，三个范围内时对其目标位触发一次天赋伤害和地形。哈，哦哦,哦，然后又或者再行动，也就是说，哦，是是，可是这个是七力计啊。 接一放完之后，再攻击敌人。然后，如果是在这个在自己的那个松动地形上面，那敌方行动又在你旁边附近三个内的时候，就可以再触发这个天赋伤害跟地形哈。然后挑一落雨，就有点像雨的那个军体攻击，零点三倍的伤害。那使目标一个不在冷却中，且除始冷却时间最长的主动就是学冷却时间加一。<laughs> 为什么写那么老实 不在冷却中，且初始冷却时间最长的哦。Oh, 反正就是简单讲，意思就是看字面上的意思，是你如果这个招式没放，那你会被冷却掉，是这样吗？不在冷却中嘛，对不对？OK，好的，那效果蛮好的，但只有一个啦哈。那被动护朝护处于我方的双斗地双冻地形上的物面提高十五帕哦。Oh, 那就是如果要保护自己于士不要这么快死的话，就是陆葵不要这么快死的话，就是带这一招了。只是你要你要争到那个上面啊，要不然就没有用了。好，然后还有阵法海潮升歌阵，铁卫跟铸友各一位。然后你自身满血的时候伤害提高八八，自身未满的时候免伤提高八八。诶、欸，还不错，不管满血跟不满血都有一加对应的东西，还蛮不错的。我觉得这也不错。诶、欸，会不会就是主要是推陆葵？ 那那个男人到底什么时候要出啊？应该下礼拜不是不是啊？那个讯息应该是两天后吧。感觉幽黄先生应该才是大奖吧。所以我觉得像陆奎还蛮不错的，以雨势来说是算不错了。不过他他没有加射程的功能啊。对，没有加射程的功能。哎、欸，路奎还蛮不错的，冰属性的雨士。看看秦维刚，哎、欸，也没有说不好啊。秦文刚也没有不好啦。<laughs> 好了，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了。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 G F B，退去哔哩哔哩有 d i s c o 那有什么要跟大师讨论路 k 的招式的啊？欢迎在底下留言，跟大师一起讨论。好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